好，二二三，其实我们大概到三，这个四大概就是放脚的时间，所以抬的时候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所以四应该是放脚比较顺了哈。好，哎，对，那个哪一个比较年轻的？来，谁？韩国的，韩国那个，来。来，来韩国不要丢脸哦！来，看你会不会？阿里郎，来，两手叉腰，然后那个右脚抬起来，要两个脚要哎，这样勾在一起有没有？勾、哦，要三次，一二三放，来，二二三放，有没有看到？哈、哦，那这个可以跳两遍，哈、哦，所以会很累的哈、哦，跳两遍，Are you staying？Do you understand? 好，来，预备起，一二三放，二二三放，一二三放，二二三放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啊，有歌曲吗？他另外一首了。哎，那不是欢迎歌啊，这不是跳舞结婚。这一首歌欢迎，还有喜庆快乐的时候都可以用。哦，这个意思我结婚。我结婚了，对，我结婚了。你以后可以结婚，就跳舞要跳这个舞。啊，预备。